Good morning, Jesus. 耶稣教子，兄弟姊妹，大家嘛教子。做三甲来看创世纪五十章二十节。以前恁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但上帝意思原是好的，要保全真济人的性命，成就今仔日的光景。你细汉的时听过一个故事，就是一个农夫有一只驴啊，结果这只驴啊，伊落落去深井的内面，卡伫真深的所在，真歹救出来。这个农夫虽然不愿意，不过也是决定要将这个驴啊，甲着这个井同齐给伊抬起来。对着安尼，伊就找伊的朋友做个三角，开始来填土。当这个驴啊发觉讲土伫伊的脚趾片顶面的时阵，伊无伫迄个所在可怜，无伫迄个所在想讲啊，等我要死啊！反而当每一遍土放伫伊的脚趾片的时阵，伊就甲拍伫脚脚，然后就带着这个土，最后。几个人几只驴啊，会当爬出来。那弟兄们，这个故事最近咧思考时，就想到这段经文：人生不如意的事，十项有八九项。但是你每一摆打击来临的时阵，咱那个亲像要分身碎骨，那个要惊上绝境。但是如果咱也是会当知影，要安怎将阻力变做助力，将绊脚石变做脚踏点。将危险变作机会，那安尼，咱就会当立立不败之地。咱看起飞机、甲风吹，敢毋是拢伫即个天顶会当安尼飞起来嘛？拢是伫逆境的中间会当来飞起来嘛？所以，咱看起即只伫要死的驴啊，伊本来是要互待伫深井的中间，但是伊反倒当对着来伫伊身上只逆境。伊会当真做伊得到我的机会。今仔日，你感觉到你受到迫害，你感觉人生中间有真侪无公平，你遭受了这几落摆的失望。兄弟姊妹，咱唔通被带，反倒当咱想起到约瑟的一生，咱想起到上帝要借着环境磨练咱，互咱会当来到伊家己恩惠中间，要互咱得到益处。这段圣经甲咱讲，恁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但上帝的意思是好的，要保全真侪人的性命，成就今仔日的光景。所以每一个困境伫咱的身上，唔是干那咱，反倒当要接着咱，和周围人有缘会当得到福气甲激励，做伙来努力吧。阿头来祈祷，特别上帝感谢你，接着环境磨练着阮。和约瑟的一生，成做阮的一个境界，也帮衬着阮无好歹的环境，但拍倒反倒转，阮会当抓着每一个机会，我可以重新搁在一边站起来。愿上帝赏赐阮快乐甲恩惠，奉耶稣基督圣名祈祷，阿门。亲爱兄弟，愿上帝十分祝福你，家里的一家。